因为这样的好天气，就是让人心情愉悦啊。为各位解说比赛的依然是苏东和我王涛，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这场八进四的对决，对阵双方分别是王霜得分的机会，精彩的扑救。面对这样的门将，对方可是有点泄气了。漂亮的防守，重新铲回了球权。身边的队友啊，在努力帮忙拉扯空间，扑救的质量很不错。前点，这应该是看到了前点队友啊，站位不错，直接在禁区内用抢断夺回了球权。王霜成功的拦截，球回到了他们脚下。前场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？领先的机会，这球要给门将记上一功。没有直接传中，尝试一下来个短的。他把球往中路带，寻找机会。裁判指向了十二码点球，改写比分的好机会，黄牌加点球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打破僵局的机会啊，他能把握住吗？他将点球稳稳地踢进了球门。比分现在变成了1-0。单枪匹马直奔球门，过顶挑传，球被横梁弹回掌上了，还不能掉以轻心啊，挡住了这脚打门，危机解除了。这个球他们可以说是处理的已经非常完美了，对方后卫门将都没能阻止住他们这次打门，但很可惜最后打在门框上啊，还是没有能够扳平比分。球出了边线，这次上抢啊成效还不错。刘佳慧这次过人很有想象力啊，有机会拉回同一起跑线，挡这一下是至关重要啊。克里斯蒂娜·辛克莱尔球没拿稳，丢掉了球权。辛克莱尔拿到了球，凌空打门，没对门将造成什么威胁。唐佳丽，他现在的眼里啊只有球门。克里斯蒂娜·辛克莱尔，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。抢在对手之前拿到了球，姚伟这球其实可以继续走边路啊，传中到了禁区里面，这次机会就这样被破解了。漂亮的拦截，娄佳慧，哦，有队友来协助进攻了。双妹子王霜拿球，这机会能把握住吗？场面再一次回到了平衡状态，比分也被扳平。
这样近距离的机会他怎么能轻易放过呢？门将当然也就只能望球兴叹了。比分被扳平成了1-1。詹妮贝吉，这个拼抢干扰了对方对球的控制，尝试掉防线的身后，这射门质量有待提高啊。球传出了边线，接外球，张睿直接打门，没想到门将这次扑救啊扑得这么轻松。詹妮贝吉，克里斯蒂娜辛克莱尔找到禁区附近的队友，辛克莱尔，门将这次发挥出色，球进了，他们又领先了。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，这个球传的实在是太到位了，直接穿越了对方防线，在这种距离攻门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。比分被改写成了2-1。克里斯蒂娜·辛克莱尔，队友拿到球了，非常优秀的拦截。球是他们的了，漂亮的转移，黄双在自家禁区完成了抢断，前场反抢成功，能创造出机会吗？双妹子王双拿球，能追回分差吗？比赛还在继续，这次进攻到此为止了。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。加拿大女足上半场比赛表现不错，成功取得了领先，现在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。一次绝佳机会，这还是很危险啊！好球，他们扳平了比分。单枪匹马杀到对方腹地把球打进，整个过程太精彩了。哎，干净利落，简直不可阻挡了。双方暂时打成2-2平。阿德里安娜莱昂传给了施密特，这些连续的一脚传递啊，真是让人赏心悦目。阿德里安娜莱昂，球被门将拒之门外，球直奔禁区去了，有没有机会呢？解围的质量还需要提高啊，对手依然有可能继续威胁球门。这是施密特领先的机会，上抢非常及时，破坏了对手一个很好的射门机会，解除了球门前的危机。唐佳丽，球权丢了，
杰西·弗莱明，球进了。这脚直塞球值得我们通过回放一看再看，在进门柱的位置，他抢到了这次机会，把球送进了球门。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-2，双方在拼抢中把球拼出了边界啊，界外球传给了王珊珊，边裁举旗了，这球竟然越位了。索菲施密特，阿什利劳伦斯，球又回到了施密特这边，球是抢到了，但是还在危险区，是时候发起反击了。欲速则不达，一味球快肯定会出问题，这次就没控制住球。这次拦截非常漂亮，直接将对手的进攻扼杀掉了。索菲施密特掐灭了对手的攻势，拿回了球权。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25分钟，能把比分追平吗？不负众望，将双方拉回了同一起跑线。看一下回放，这样的反击战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，在这种距离攻门，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。比分又被扳平了，起起伏伏就跟坐过山车一样。看看张睿的处理，对门将来说这很轻松啊。弗莱明，球传得不好，直接传给了对手。杰西·弗莱明这个位置啊，已经具有一定威胁了。这次进攻本来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，不过球还是被对手断走了。克里斯汀·辛克莱尔领先的机会，门将一个鱼跃救球，把球拒之门外。看起来他应该是找的前点。索菲·施密特直接打门，在禁区边缘拦下了对方的一次打门。边路有空间，可以让他做文章，一脚横传打到禁区，接球队员这是找到了一个巨大的空当啊，立柱啊，好险啊，解除了危险。传给了王珊珊，真是摆脱的干脆利落。哇，这个球打得太极限了，角度找得也太刁钻了，以至于最终你看击中了门框，这样他们就错失了一个打破场上平衡的机会啊，根本连立柱都没碰到，打得太偏了。王珊珊边路有空当，所以能够找到的空当也更多。领先的机会，门将这次啊也是出来接球了。杰西·弗莱明要不要趁机打个反击啊？球丢了，反击失败。王霜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，能否在最后关头绝杀对手呢？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5分钟，他们这个连续倒脚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。这是施密特尝试挑射攻门，
一脚吊射被门将化解了。门将拿这球太容易了吧？是。他的队友也支援上来了。阿德里安纳莱昂，比分没有被改写，门将立功了。他是球队的弥赛亚，现在双方依旧是平局，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对，来了个短的。辛克莱尔拿到了球，机会来了。这球没进，竟然没进啊！比赛落下帷幕。